Not finish everything and not without. Then it's problem. Why? Jiva has known. Sadhu has known this. Baba, they everything giving up, giving renounce. And one time, sometimes they give renounce to give up everything. After, they lost one energy and suffering. Meaning, the soul body, Jiva's near, not in, incomplete. And pure solution is the relation. Relation front of your soul, Paramatma, God near. But soul is not getting his own Swarup Siddhi, then it's problem. So Krishna, first time, attachment, affection, affection, and meaning of life is practice, everything Krishna is washing, throwing out, cleaning, purifying, and everybody is going to relax. How we relax? That living. Not see is calling Dogmaya. Dogmaya giving Guru Mantra. Siddha Mantra. They chanting mantra. And she is telling one man, seriously you following this mantra. Then Mantra Devata coming to your hand. And helping. Will be helpful. They believe Gurudev. Bhagavati Kondavas Dogmaya. She is giving mantra. Now, Krishna is telling that one year before, I am calling on her after 1 year. Now, Krishna is a full moon. Krishna looking everywhere. Moon arising. 看到了月亮升起, moon rains. 月光普照, all things is helping. 帮助了, who is full moon? 大满月, this moon. 这个满月, this moon. Sun near to any other planets. Or like this. Working power. But full moon. 太阳呢给我们呢, Krishna came that time, calling on us. 早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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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shna's Atma, Atma Kam, Amaram, Zisamanju, Yasana, Ziju, or Ziluda. He has no anything for sort. And why is now playing close, calling everybody? This Vrindavan, at the end, is playing this rose,
当 Krishna 去救弟子的时候 ，Krishna he has already gave Krishna 给予大赏。Okay. 什么意思？我的大赏结束了，啊、你见过我了、啊，你们回去吧，不需要在这待着，不需要留在这儿，一分钟够了。所以大家都来到他身边，身边得到祝福，那么就走了，接到这个祝福就走了，这就是规矩了。他们向 Krishna 顶拜，什么类型顶拜呢？说大家吗？阿古鲁瓦嘎。为什么向他们顶拜呢？这程序怎么走呢？斯鲁西德，萨达纳西德，哎，巴扎德维们，他们得到这甘露，爱。情感关系一切怎么样才能够永恒这一切呢？他们说呢，收集的东西他们呢、都用于呢对神的服务。现在呢如得给你曼陀了，传授你曼陀，也给出了、这个灵修程序萨德纳，也给出帮助。那么既往的这个生物体呢，重生了萨达纳，就像呢，比如遵守阿克塔西，崇拜多拉西，崇拜呢圣地维什纳瓦，福维什纳瓦，亚穆纳恒河，这不是小事儿。因为巴提拉萨，巴提的甘露怎么能来注入你内心呢？这是有程序的，有方法可求的。首先呢，要搓背呢，多拉西树。亚穆纳河、恒河、圣地，还有维什纳瓦，亲近的维什纳瓦。接着呢，得到他们的训示、命令，还有灵感，去呢追随了。这个愿望，内心愿望，这个内心愿望不是普通的。这个内心愿望呢，就是呢，神祝福的能量。现在有这个问题。很多人囤积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得到了 Sloop City， 那么最后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资本是什么？什么时候呢？我用这些东西呢？为他用呢？为他做出服务呢？什么时候运用？如何运用？在 Sadaka 修行者有时候被误导了，一个灵修者有时候会被误导。比如说神给了你一切，他如果不贪良、不享受这一切，首先神给了我们这个身体五种、五蕴之身、十一种感官、控制者呢就是心意了，给我们智慧还有内心。一切我所拥有的一切，这些呢，我去自己自用，那么就是享受着 bogi， 那么这呢，为自己而用成为 bogi， 那么就说呢，贼了，神给你这个东西，而我呢，要运用一切呢，做善服务，那么呢，这就不成为了。夜报活动或是享受 BOG， 现在、靠近咕噜，靠近德拉西马什纳瓦亚穆纳河等等，现在他们帮助我们、给我们自谈，那我们内心愿望就会成这样。你为什么呢？我就会成为了神的仆人，我要服务神，因此呢他学着这个程序，所有的礼节、戒律，一切我们追随。现在
就会得到 solipsity， 也就是说达到 buff， 纯粹的情况将会到来，内心有纯洁。现在呢，神有很多富裕，所有东西都在近在手边，唾手可得。为什么神给你这些东西？因为呢，他会测试你。这个人有什么愿望？心中有什么欲望？是用于自己服务呢，还是给别人呢，还是服务神呢，还是自我享受？所以这是个测验，非常有力量。他们也会给祝福，也会给诅咒。你怎么用？怎么运用这一切？这就是神的啊测验，这是必要的。所以呢 ，Rasi Krishna， 是 Krishna 召唤所有人，测试他们。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爱，如果没有发展这个爱，神不会带走这，不会拿这些东西接受，神给，然后呢，他也等待，他首先给你，就像蜜蜂一样，他跑到花边上，把那花蜜都戳引下去，放在肚子里面了，最后呢，回到自己的巢。蜂巢那里，这时候呢，又把那吐出来了，又把那这个花蜜花粉呢，弄下来了。他不会呢，自己呢自留一切，但是呢，给出来，孩子们，这就成为了蜜蜂。现在呢 ，Krishna 还有 Sadaka 修行者，他会给这个修行者一切，所有的帮助，所有的地位、机会，全部给出来给这个修行者，所有富裕，甚至钱财，让他们怎么做，怎么用。比如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孩子刚生出来，先吃牛奶，母亲的奶，然后稍后呢，母亲给牛奶、饼干，还有果脯，再等他越来越壮，越来越大了，长大了。现在呢，他能去哪？到哪吃呢？到哪做呢？做什么事呢？谁呢？他有错。他不告诉你。过去、现在和未来 Krishna 都有所知，都知晓。他充满 Rasa， 他派发这一切。Krishna 就没有这样很贪婪，他也想要这个。他心中有这个愿望，想去夺取这个东西。现在Sukadeva Goswami呢？讲述呢 Krishna 的 Rasa Lila。Rasa， 就是甘露。超人甘露，天灵是不能够，是要有感觉来到鸡巴心中。这个鸡巴才会能明白。所以现在呢，克里斯大军。Krishna 现在开始，Sukadeva Goswami为他开始讲述这个美好时光。Sukadeva Goswami 呢？他开始被这些女士们白发这个甘露。Sukadeva Goswami。Why present now? One
一边啊是婆家的故事们，婆家的牧女姑娘，另外一边是牧女姑娘啊，可是呢单独一个人，一边是牧女姑娘，另外一边呢是可是呢。苏格蒂古沙弥有五个篇章描述普利希达行，我向普利希达行解释普利希达他搅拌一切，最后呢精华现在出来了，要给予呢普利希达行。双方都在 Krishna， 另外是牧女姑娘。牧女姑娘们，Krishna 在想如何给予他们这个甘露。我们的同学拉萨，苏格蒂古沙弥讲到了这种爱的行为。巴吉戴维呢，心中只有对 Krishna 的快乐，为 Krishna 快乐，感官、身体、心意，一切都是为了 Krishna 的快乐，不为其他的。现在的 Krishna， 触碰他们，看他们，品尝他们。也呢，甚至呢，寻找他们。Anurag， 这种历久弥新的情感，一波涌着一波，这种情感上来了。Anurag， 就像心中的欲望。这就是大的病啊，疾病。我们就像做了一个花的床，很多颜色的花开放，但是呢我种下去什么都没种起来，栽起来不然的话种子没用，或者是呢田地不肥，这花没长。布拉杰戴维们呢，可是给予杯嘛，还有他的爱，他的仁慈，还有所有帮助。有个玛雅也会做出安排，内心有什么东西呢，他们把这个东西克什纳呢就会呢接受这个最珍贵的东西，就像这两个朋友好朋友面前，一个朋友呢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两个人在打一个朋友在骂另外一个朋友，那另外一个朋友怎么回答呢，他在等待。就像呢一个恶魔，有个地方西瓦神被抓住，有个人被国王抓了，放在监狱里面。我要杀掉你了，把你投入监狱，我给你痛苦，你觉得怎么样？那个人说我是一个国王，你也是个国王，一个国王怎么对待另外一个国王？如果呢你明白呢，你就会同样尊重我，也会呢给出我的爱。的话呢你是上流的下流的国王，你想杀我，那么你就是呢心肠狭窄的下等人了。所以呢这个国王呢
回头一想，所以明白，所以呢 Krishna 这些人哦，做了数百万年的苦行，这些经典的化身啊，等等可能是你的圣者们等等，他们来了投身了，然后呢以呢永恒完美的梦里姑娘相见，你的自己的狗品，现在呢他们内心呢有什么样的爱呢？现在Krishna呢现在来等待看了，他准备好了。Krishna有这个愿望的，到处呢给他们派发，这是 Unato Ujjalas辉煌的这个爱的情怀，至高的爱的情怀。现在 Krishna 笑着笑了一会儿，他看着眼神对着眼神，他与梦里姑娘眼神相会，非常甜美的天性他呢展露出来向大家展示他的爱，撒播他的爱，看到他们的脸，看他们怎么回答，看他们怎么准备自己的内心。所以咕噜爹呢靠近比如文图亲近咕噜学了很多东西，咕噜说那么呢当文图呢说出甜美的话语的时候，那咕噜非常开心，就像一个孩子开始说妈妈爸爸daddy 父亲爸爸，那么父母亲就非常高兴我的儿子叫我了。所以呢你靠近神，无论是来昆达多康哪里哪的洛康，无论哪里去靠近他服务他。很多人服务了就走了，但是巴吉巴西他在居民是这样吗？他们为什么唱诵曼陀，为什么做苦行，只是为了看清神取走一些东西吗？不是的，神在等待，苦神在等待，这些人怎么为我准备新而又新的东西，现在苦神在等待。Krishna 呢邀请他们然后说话，所以说可得过刷米讲到他是神，为什么现在有这个欲望呢就像有人种了芒果树，很多年后呢就会呢长出芒果，很甜美了。现在呢劳动呢有成果了，觉得现在我成功了所以 Krishna 他不是贪婪，但是 Bhaja Devi 呢 Bhaja 居民呢靠近他呢，有个 Maya 呢 Vrindavan 的守护者做出安排，现在推出弟子信息发出去了，这信息是什么这信息呢触碰他们，然后把他们召唤来他们带到他身边，所以这个满月呢 Krishna 出现了。现在呢 Krishna 他的脸庞他的身段可以说少年的形象非常美英俊，他要面带微笑，青春可以说我的年纪青春少年非常具有吸引力，而且呢一分钟一分钟变化更新，就像 Bhaja Devi Krishna 看着一个梦里姑娘这个梦里姑娘的爱呢来到呢 Krishna 心中触碰 Krishna， 这是 Krishna 脸呢他的微笑感光身体都会随之而变化
而且越来越增加，越来越甜美，非常的奇妙。卢巴格沙米，在马德穆罕，是三德格沙米的圣像，格宾达是卢巴格沙米圣像，是同一个故事吗？不是的，又是一个，又不是。也古巴德巴德格沙米的，他的心里，哎，现在投射出来，触碰了故事呢，现在故事的脸呢，他的，手脚，还有呢，姿态完全改变。随着他们的爱而改变，所以有数百万计的孟留姑娘，他们的心都对克什有爱，有各种各样的愿望，这么甜美，克什呢再看，不需要呢，去检查，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了。这时候克什脸会变，颜色会变，肤色，所以因为他品尝了，所以克什都非常惊讶。就像西方朋友讲，如果你给那辣椒吃，他吃了后呢，马上呢流汗，然后呢耳朵变红，鼻子流鼻涕，这就是反应了。如果你给拉萨古拉呢甜品，还有呢帕古拉，那么吃的怎么没给他给了我觉得很好吃。所以克什也一样靠近牧牛姑娘，每一个牧牛姑娘啊做了多少百年的苦行啊灵修啊，都储存在一个人心中，现在来到克什面前，这种爱绝对没有滥用，从没有给任何人，现在只给克什，只盼望唱诵古巴曼陀罗。现在克什呢，这爱呢在他们心中，古巴看着他们，他非常惊讶了，克什非常惊讶，所以在布拉南经里面讲到，一天晚上只有十几个小时，一个小时十二个小时，但是这个夜晚呢，不知道多少百万年、千万年、亿万年，造亿万年，因为呢，月亮停在当空，他怎么能走呢？他看到自己的王朝啊，月亮王朝的后代，克什穿着，现在在那里，因此呢，月亮呢，今天呢，完全沉默了，不动，他忘记自己的事情了，工作了，现在呢，他绽放出光华，刚入波萨，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至尊主呢在那里，你靠近布拉加居民，布拉加牧牛姑娘们，克什纳，还有宾达文的时候，那时候呢，乌纳特乌焦拉斯去。超然的这个爱的情怀无处不在，遍头网友，甚至呢时间不会触碰这些东西，这些人总是现在是当下，没有所谓时间的流逝，所有的都在呢，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当下。克什纳在，那么时间呢就不能流动，时间停止，而这种爱，克什内心呢，现在呢好像激动不安了，因为这种爱而激动不安，他到处看，到处品尝，就看就够了，看一眼就够了，看什么？看他们心。那是我的地方，每个人都在那里做一个中心给我，给我呢，做一个呢，座位，就像一个萨达卡，早上念咕噜曼陀，咕噜曼陀，克什曼陀，那么他，清洁一个地方，很安静的，他在那里呢，念诵曼陀，召唤咕噜德，还有呢，咕噜德呢，让他坐下来。现在呢，给古鲁德顶拜，然后呢，做阿曲门献花，然
后呢，他穿上提拉克，啊，衣服等等，给古鲁的布卡，啊，食物，甚至呢给古鲁的按摩疗法组。但是心中已经开始这个活动，最后呢，有时候呢，能够跟 Gurudev 相见，直接的 Gurudev 呢就会明白，哦，这个人呢，很长时间呢，他的心呢已经被我留了个位置，因为这个人每天都邀请我，总是追随我，总是靠近我，服务我，所以 Gurudev 见到的时候呢， Gurudev 会多高兴啊。古鲁德亲自见到这个门徒的时候，因为他知道这个门徒一再的在世，现在呢，可是呢，在这个世界，在外昆塔多卡摩图拉，到处都不能找到真正的 seva 卡奉献者 bhakta， 他们得到 solubility， solubility 呢？只有呢 ，Unato Ujjalas 啊，这个他们有这个爱的情怀，所以 Krishna 隐藏了后会失去吗？不会的，这个爱只会增加，只会呢越来越多。然后这高、这个浪，爱的波浪只会越来越高。如果不取悦 Krishna， 你就取悦不了任何人。给个例子，一个人，服务，就是安排 Gurudev 来了，接受这个服务，那么这个服务才能完成，只要 Gurudev 接受了，这个服务才完成。如果 Gurudev 不接受，怎么办呢？所以，这 Devi， 这些牧女姑娘们，很长时间以来，心怀夙愿，想来跟 Krishna 服务他，就是他，一切都用于 Krishna 服务。但是第一次今天见他 ，Krishna 来了，出现了，也接受他了。所以呢，这个时间，这个时光是多么甜美，多么的甜美，好像整个地方洋溢这种甜美，这种情感非常的甜，甚至比呢甘蔗糖还要甜，只有一滴，只有一滴，可是呢能够闻到。闻到一滴的香味，顾客都非常惊讶，因为在其他地方，任何地方，就像马布布去到水达的家里面，有水达，你很富有啊，你家很有钱，你家有很多东西卖啊，没人不知道啊，别人不知道，我可是知道了，你家是很富的。别人想睡觉啊，睡大家很穷啊，一个乞丐就是卖点东西，香蕉啊，家里面呢那个罐子都烂了，还喝拿来喝水，又没衣服，也没那屋顶。睡大，十一是阿克什米幸运女神，你看你靠近幸运女神了、所以呢这里面多少木牛姑娘靠近库什呢？不想召唤他们。现在呢，可是啊，开始他的事情了。他在做什么生意呢？最高的生意了。明天，明天我们再讲。明天再讲了，因为时间呢，不能等待我们，不讲完他，木牛姑娘这个拉萨五章给印第拉。